吃我的饼干了。感谢您各位的掌声鼓励，三二大会呢这就算开始了。头一场节目，我们小哥俩上台给您各位表演，真开心。您看我们哥俩一上场，您各位报以我们这个热烈的掌声。是，您鼓哎，谢谢。您鼓掌不让您各位白鼓，怎么的？送您几句吉祥话。巧，而且咱这吉祥话还不太一样。什么不一样？我这叫层层见喜。我这怎么讲？从一说到十。从十说到百，从百说到千，每个数字后面都有一句吉祥话。喂，您别让我问路啊，随便说。一，我祝在座的朋友们一帆风顺。二，耳朵喜珠。三，三阳开泰。四，四季平安。五，福临门。六，六六大顺。七，七星瓢筹。八，八方来财。九。人家七星飘出哪门的吉祥话呢？七星高照。哎，八，八方来财。九，九子登科。十，十全十美。啊，好。十一，国庆快乐。国庆快乐。十八那该百了，哪有问十一的呀？哦，百，百事顺心。千，千事吉祥。万，万事如意。两万。服了，打麻将没有问两万，到万就结束了。上台说这么几句吉祥话呢，缓解一下内心这个紧张的情绪。首场节目呢，我们小哥俩给您各位表演。是，小哥俩没有什么名气，没有什么知名度，您各位到这儿来呢，也不是冲我们哥俩来的。我们冲什么来的？您各位是冲着我们这儿这金字招牌来的。哎，没错，您是冲他来的。您各位来到我们刘老根呢？能、啊，德云社，德云社。不是你想清楚再说啊！啊，来到我们德云社都是为了那个名角大腕来的，哎，冲人家来。您到这儿想看这个郭德纲郭老师，于谦于老师，是岳云鹏岳老师，孙越孙老师。不过很可惜啊，啊，他们都已经不在了。孙越老师死了。这话你说人死了？您不是说人不在？不在这个剧场演出，您把剧场带住了，结果您花钱买票进来了，对，灯一亮，钟一响，看见我们哥俩了，瞧瞧我们俩。不过您放心啊，您这个票钱也绝不白花，怎么呢？就当买个教训，是吧？这话都这么说，小哥俩确实没有什么名气，没有什么知名度，是上哥还得给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，得跟您说，为什么要介绍一下？为什么？您各位都是这个花钱买票来的。哎，甭管您花多少钱吧，比如说最贵的应该是这头牌的票啊，就前两排的票。哎，问一下后排这位姐姐，叫姐姐没有别的意思，显得尊重啊。要不愿意听了，姐妹姐，还叫姐姐吧？姐妹你好，哎，问一下您这票花多少钱买的？两块。两块。我们单位现在都这么贱了，又见廉价啊，有点廉价。两块，您甭说我的姐妹，你问问她，她花两块钱买票，你信吗？不信。你看我都不信。您等会儿啊，我信。完了，我都能信了。不是我信是不信？完了，姐妹，你说两块可以给我整红圈了。您跟人聊天，别带着我啊！不带着你吧，反正甭管您花多少钱来的吧。您各位到这儿就是我们哥俩的衣食父母。哎，您就是我们的上帝。听完我们哥俩这场相声了，内心会做一个小评价。是。有满意的朋友，就不满意的、哎、都有。哎，您听完我们哥俩满意还好说啊，要是听完我们哥俩不满意的话，怎么办呢？您各位观众有这么一个小权利，有什么权利？就是骂街，就是骂。啊，您有这权利吗？啊，不是，我们在台上说您在底下骂。啊，那是。您出门骂街，有点情面啊。但咱话说回来了啊，您各位出门骂街，您也得知道骂谁。对。你骂街你得有个目标。拿我来说吧，我没有名字，他叫金龙飞。我想了一点啊，请讲。如果说今天朋友对这场相声不满意要骂街的话，合着就骂我一个人对吗？哪能就骂您一个人啊？就是啊，还得带上你的全家。不像话了。怎么呢？咱俩是搭档，你也得介绍你的名字。
你也介绍我的名字，多新鲜！必须得介绍，必须得介绍，肯定得介绍，肯定得介绍。那你说公主，请介绍。我说，你快说，你不说我不介绍。我还得必须说吗？必须说。你公主，请介绍。好的，王子。介绍一下自己。我也有名字，我姓孔，龙子科的，我叫孔龙螳螂。最近啊，在网上有点小热度。您热度快过去了。怎么？介绍您的本名。本名啊，哎，孔龙螳螂是我的外号。您的本名是哈基米。很适合我。你没完了是吗？怎么？郭老师给你的名字你不要了？要，千套。哪儿来这么一个介绍？你今儿怎么又懒了呢？你今儿，好家伙！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，姓张，叫张龙森，相声界的一名小学生，德云社的一名小演员，龙子科的一名小学员，德云八队的小公主。谢谢各位。哎呀！二楼的朋友。哎呀，朋友太热情了啊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，你好骚！这叫什么话？老姜，你是干什么呀？你上台推成这样，你还拿块布从这儿？不是，怎么你在宫里上过班啊？我早就不留恋那个事业单位了。还是上过班是吧？张龙森是鸡公公，一对新老乡。你又是哪儿冒出来鸡公公？你不说不留恋这事业单位了吗？鸡龙飞，哎，张龙森、鸡龙飞，一对青年相声演员。我们俩，哎，业务水平能力很一般，是，当然拿人家来讲，相声说的不错。谢谢。哎，为什么呀？啊，人家是打小学艺。对。哎，你是七岁吧？七岁学艺，没错。八岁净身，去那宫里啊，拿着自己简历，唐风哥，您看看我这个吧。怎么着？我说个相声给我拉了是吗？啊，听您这嗓音像没拉干净。怎么着？你我主的刀啊？要我了，要我了。院子刀你啊？话说错了。七岁学的是艺，八岁静心。八岁静心，对，相声说的确实很好。是，他说相声还曾经受到过郭老师的表扬。没错，当时呢，郭汾阳是这么说的：“金龙飞，大飞飞，啊，逗逗逗逗飞。”我逗孩子玩去了是吗？怎么了？哪个郭老师啊？哪个郭老师？是郭德纲郭老师。郭德纲郭老师吧，相声说的确实很好，是，哎，也很有名气，我不敢，哎，确实认识他的人比较多，是，哎，但是您看，甭管多大的角儿，多大的腕儿，上得台来都得给您各位鞠躬行礼，还是规矩，礼廉耻，国之四维，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好话，您看过去呀、啊，在这个街面叫人称呼人都很有规矩。这玩意儿还有规矩？哎，你比方说在这个北京吧，啊，北京通州一带，称呼人啊，他就有规矩。这有什么规律？那你称呼人啊，他喜欢把这个在家里的排行放在前面，姓氏放在后面。哦，哎，你而且还得高叫高答应，不许不乐意。是啊，你比方说吧，啊，我在家里排行老二，我姓张，你喊我二张。对，但你不要喊得那么骚。不要那么骚啊！高叫高答应，高叫高答应，后背一点啊、哦！二张，哎，你看我爱听，我爱叫。哎，比方说我姓王，你喊我二王，哎，我爱听，我爱叫。我姓李，你喊我二李，哎，我爱听，我爱叫。比方说我姓舒，你喊我二舒，哎，我很爱听啊。我很不爱叫。怎么哪有姓舒的呀？姓舒的多了。举个例子，老舍。老舍姓老。你看你那么没有文化的样子。怎么着啊？老舍是笔名啊，本名像叫舒，舒庆春。啊，有叫不是老舍那以前的人，现在没有姓舒的，舒淇。
舒淇那是女的，没有男的姓舒的。舒淇他爸。我有舒淇。对呀，舒淇呢？不是你姓舒，你怎么不喊我呀？喊你也行啊，喊我。你姓姬，在家里排行老二。哎，我喊你二姬。哎，你看，我爱叫，我爱听。你姓王，我喊你二王。哎，我爱叫，我爱听。你姓李，我喊你二李。哎。我爱叫，我爱听。你姓沈，我喊你二婶儿。哎，我不爱听。外公呢？哎，二叔一二婶配对来了，是吗？沈二婶，您别讲哪儿话音，北京人嘛，说话音加点儿话音。啊，应该这是过去哦，北京这个称呼人的称呼哦。你往说到了天津又不一样了。天津怎么不一样啊？天津称呼人喜欢称呼人为爷。称呼人为爷，哎，比方说我姓张啊，就喊我叫张爷。哦，哎，你要叫这个人要怎么去回应一下呢？礼貌一下呢？那这怎么回啊？把最后一个字儿变成一长串，给请回去。这玩意儿还得请回去。比方说在天津啊，街面碰见你了啊，哟，这不是季爷吗？我，哎，对，哎。我一大串回去啊，对对，最后一个字一大串啊，再来一回，再来一回。哟，这不是季爷吗？爷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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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爷哎，就这么痛快，您知道吗？哦，我是对吗？这个，哎呦，非常正确，是吗？啊，对了。那有朋友提出疑问了啊！你看两人的见面要没有那么多时间啊，最后这场面简练一点行不行呢？可以吗？也可以。怎么简练一下？三个字也行。哦，三个字都行啊！在天津见面，我碰见你了啊！哟，这不是季爷吗？爷爷爷！哎，就这么痛快。您知道吗？有朋友说了，三个字儿也多，一个字儿行不行啊？一个字儿也可以，一个字儿都行。天津街面我碰见你了啊！哟，这不是季爷吗？爷，哎，他就这么痛快啊！还有的朋友提出疑问了啊，你说一长串一个字儿、三个字儿都行，是两个字儿可不可以呢？两个字儿呢？对了，啊，也可以，两个字儿也行。比方说在天津街面我碰见你了啊，哟，这不是季爷吗？孙子，哎，甭来这套，我知道，一会儿我一张嘴，我一说爷爷，哎，好，这个套是吧？这个你跑得了吗？你，对不对？你看这是天津跟北京成都人的这个规矩，干嘛去，大哥？啊，厕所，上厕所有规矩。祝你成功哦！我等你啊！啊，您看这天津跟北京啊，您看我们到南京这儿来演出，这属于是出差，哎，出差演出，因为我们本身不是南京人，对南京的这个叫人的规矩啊，规矩还真不太明白。哎，咱们这儿有没有南京当地的朋友啊？没有，南京德云社没有南京人。我来这儿旅游的啊，都是旅游的。各位都从哪儿来的？哦，这位老先生您好，您是南京人是吧？我是南京人。哦，南京人啊，哦，好吧。哎呀，这不知道该打接了，往下。哎，那您那头称呼人有什么规矩规矩没有？玩儿，玩儿，玩儿。哦，就是玩儿，比如说那些鸡，我叫鸡玩儿，对对对。年轻人玩儿得放前面，应该是。好，那也不行啊。啊，你姓鸡啊？把玩儿放在前头。对啊。这什么这个啊？以后在台下就这么叫你，告诉你们哈。好，您让这说句称呼人的那么一个礼仪。嗯。哎，对不对？你像生活当中很多事情的都有礼仪。是吗？回来了，大哥。嗯。哎呦，我天哪！刚才您没听见，他还称呼他。你来点儿。真爱呀。晚上呢，称很多的礼仪和规矩是。哎，你比方说吧，哎，这个过去老少年间啊，见面的时候，不说称呼，身体上也会有一些礼仪和动作。这有什么礼仪动作？哎，你比方说，在过去这个清朝的时候啊，文官见面，他要行一个堆儿安。哦，请安。哎，堆儿安，请安礼。哦，不仅要堆儿安，嗯，而且还要撞肩。碰肩。哎，撞肩膀。哎，咱们表演一下。
啊，可以试试。过去文官不念。哎，好。哎，来来来。哟哟，这不是季公公吗？哟，这不是张总管吗？哎，有日子没碰见您了。哎，有日子没碰见您了。我给您请安了。我给您请安了。哎哎哎哎！哈哈哈哈！不是。我去，您等，您等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表示喜欢你。喜欢我？嘚儿一下，这是过去文官，这是文官，对，这不他妈宦官吗？好，差不太多吧。差远了是吧？哎，反正你看，这是过去有一个小偷，哎，哎，两个人一碰肩膀是，哎，武将，两个人一碰肩膀是，哎，武将也碰肩膀，哦，武将还碰，哎，当然武将也碰了，偷事吗？咱表演怎么样？哎，可以来，但是比较粗犷，哎，行。哇，这不是季大侠吗？这不是张剑客吗？我给您请安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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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化锤！不是你这什么胡同啊？从这来回爬着转。不是你劲儿也太大了啊！好像肩膀上都给我撞掉了。啊，您看，这是过去，哎，这个碰肩礼，哎，哎，这是碰肩。是。刚才说的这些呢，很多的都是这个国内的礼，嗯，哎，国外也有礼。啊，国外。哎，国外主要是什么礼啊？什么呀？亲吻礼。嗯，是。不好意思。嗯，这个我不好意思啊。我来给大家伙介绍。啊，你讲讲。这个亲吻礼它有一个配置的要求啊，讲究是啊，一个男的和另外一个男的，像话？怎么呢？和另外一个女的。俩人一见面开不开裂，我就这样就抱起来就怎么着？你这个无实木表演还怪写实的嘞，这个糟糕的家伙真的很糟糕。什么乱七八糟，不就亲嘴吗？这个我说的跟你那说的不一样。这一样，两个男的也可以亲。这么刺激？那当然了。两个男怎么亲呢？不是你想的那嘴对嘴的亲，那是不同的身份、不同的场合、不同的关系亲不同的位置。还这么多讲究？你慢慢说吧。嗯啊，两个，咱俩都是男的哈。啊啊，咱俩是朋友的关系。哎，再碰见了，亲哪儿啊？哪儿啊？吻脸颊。啊，就是亲腮帮子是吧？哎，对。啊，哟，我的朋友。哎，胖友啊，好久不见。哦，好久不见呐、啊、我很想念你。我超级想念你呀、啊、哦，一下一下子不易。你早上拿榴莲糊的糊啊。不易。你等会儿，你先等会啊。你中午吃什么的？臭豆腐。吃。你演出你吃臭豆腐不让吃吗？你太臭了。这个您看甭管怎么着吧，嗯，亲的是脸颊。嗯，哎，你比方说吧，长辈见到晚辈，嗯，比方说爸爸见着儿子吻哪儿啊？啊，吻哪儿啊？吻额头。啊，就吻脑门儿。哦，我的二子。不是，谁是你儿子？我的二子，请一下，咱没说，让爸爸请一下，让爸爸请一下，你等会儿笑。哎，亲一嘴头油，我跟你说，啊，你这头皮屑都塞牙，我告诉你吧。您看，你也没吃过什么好东西。您看，这是过去长辈见到晚辈，嗯，爸爸见到儿子的额头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夫妻两口子搞对象，亲哪儿啊？哪儿啊？亲嘴。我的老婆。你等，你笑，你笑，你等会儿啊。啊，这个差不多过去就得了。怎么？为什么过差不多过去得了？您饶我一命好吗？观众想看呢。没想看，没想看吗？想看。朋友们，您买票来这儿是听相声来的，你们要看这个，你们得加钱。
加钱。加钱。谁加钱啊？加多少？十块。七十块钱呢？我得去哪儿找去？您等会儿，这差不多过就得了，差不多过也得了。对，那行，那么进入这个下一个环节。哎，下一个，哎，就是从搞对象变成夫妻两口子中间这个环节。亲哪儿啊？就是求婚的这块啊，它是吻手背。啊，亲手背？对对对，亲。亲。不是，你怎么递过来就给我亲了？因为亲手背吗？不是，咱俩要表演的话，也得还原一下场景啊。那怎么还原场景啊？你得扮演一个浪漫的外国女郎。哦，浪漫的外国女郎。对对对对。哦，扮演一下。哎，你得扮演一下，你好让我有一个下嘴的欲望。哦。对不对？早说呀。哎，你让他捯饬一下。是不是？哎，您甭看他长得一般，是不是？人不捯饬不好看，捯饬完之后您再看啊，更不好看。就是，不是哥们儿，嗯，你干嘛呢？你还没喜欢吗？你这是，你给谁发丧来了？我发丧了，那一白头巾干嘛呢？这是啊，这不我美丽的秀发吗？这是，好，这是你的秀发。对对对，行，等会儿啊，我这头巾有点，我再来。你还要再来一回？你喜欢什么类型的？我想问问你。啊？我是什么类型我都能画啊？哦，还什么类型都能画？对。这种喜欢吗？来，那边观众，你看，这不嘛刺客吗？这不？刺客呀！你这。浪漫的外国女郎，狼？哎，对呀。哎，那行，那行。他说行就行，你赶紧的，快扮演一下得了。啊，差不多。哎，随便差不多来一下得了。哎，小朋友，嗯，小朋友你好。嗯，你好。几岁了？今年我过生日十岁了。好，过生日十岁了是吧？啊，上几年级了？四年级。四年级是吧？啊，一会儿你送完小哥哥好不好？啊。啊，哥哥提前送你十本暑假作业。喜不喜欢？喜欢。你看，我这送给你，楼上那个小朋友乐得可开心了。你也跑不了哦。您说这个形象，好家伙，谁跟您求婚呢？我的妈！行，为了表演就这么着吧。哎，凑合凑差不多了，浪漫外国女郎啊！哎，我呢，把这个扇子啊打开，您稍微当束鲜花了。我单膝跪地向你求婚，吻手背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哦，亲爱的，嫁给我吧。好眼。哦，亲爱的，嫁给我吧，宗凯。哦，亲爱的，嫁给我吧，一扁子去。手给我。家暴啊，家暴。家暴什么？人家是浪漫的外国女郎，你这除了浪还有什么呀？你给我手，我跟你求婚呢。真是的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哦，亲爱的，嫁给我吧。把长颈鹿跟你求婚啊？下来点儿。亲一下，这就算完成了。这个工作呢？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啊。你亲我一下，我跟你走了。对呀，多新鲜呢。那不行啊！啊，你表示爱我，多亲两下。你对这玩意儿还上瘾呢？亲两下。行吧，行吧。你看，亲一下呢，就差不多了。这一下，这个求婚呢，它就是这样的。您看这个都，你亲没完了是吧？来亲。哎，你这儿没手背，我这啃猪蹄儿，去你的吧。